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美美。今天我去花市哈，有看到香菜，我想就买了一盆香菜回来。今天我想用土球，有介绍过嘛？用土球来种香菜。那我今天就准备了一些土，还有一个环保疫苗袋中的哈，然后再一个网子嘛哈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开始来做了哈。第一步骤就是先制作土球。对，里面放的是土，不是水苔。啊，差不多哈。然后我就把这个网袋拿过来。对。所以土球哈，大家可以有时间的话，先做起来放。对，到时候拿过来就直接种就好了。然后就把它放进去。其实做这个土球也是非常的简单的哈。嗯啊。这样就好了嘛哈，把它绑起来，绑死结，哈。然后。你要挖一个洞哈，里面就可以塞那个香菜。各位看，这有好几颗，我想我就种一颗就好了。它这一盆子，我看一下，一二哦，大大小好几颗，我看我就弄一些就好。种两颗。两颗。哦。其他用不同的方式种弄看哈。对啊，把它弄松哦。揪在一起。对。没办法，只好把它扯开咯。因为它一把种子撒下去，到时候的结果就是纠缠不清。对，各位看，揪在一起了。啊，这些再另外种哈，那这可以，啊，基本上我就种这两颗嘛哈，比较大颗，我就塞下去。好，这样就好了。我们今天就种一颗嘛，所以只要一个，这样就挂着就可以了。然后浇一些水就可以了，哈，就挂这边，哈，哎，要翻过来，这样大家看。翻过来，大家才看得到。对啊，它背对着怎么看？哈，就这样，这就是土球，香菜土球，土球香菜。对。等一下，给它浇一些水啊。嗯，那这样就做好了。那剩下的我们再用其他方式来种哈、这就是我今天为大家介绍的，利用土球来种香菜的一个方式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如果喜欢我的频道，请记得订阅，并将它分享出去，可以。